12月30号年底各种活动忙不停的天赋宝们，也是被 FC 爆出将于近期前往欧洲度假的消息，而官方也诚恳的表示，这次是非公开的私人行程，与三人工作无关，并希望粉丝们不要进行接送机等应援活动，更严禁跟机尾随等一切私生行为，以免影响公众安全秩序。而三支之后也是集体上线公开表态，希望大家给他们一点自由玩耍的私人空间，所以粉丝们要乖乖听话哦。此外，三支的新歌《萤火》今天也是暖心上线，穿着白色毛衣的天赋宝们也是依稀长成了大人模样，很帅。我相信爱是萤火般的信仰，在绝望里虔诚的人就能长出翅膀，抱住梦想，像孩子般单纯善良，然后飞向更遥远的地方。在点点萤火中感受三位少年带来的爱与希望，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了。而三支也将在明晚的跨年演唱会上首唱新歌，宝宝们记得12月31号19:30锁定芒果 TV 的直播，1月1号晚19:30湖南卫视也将播出的芒果聊新闻，希望天赋宝们好好度假，好好玩呢。报道。